旋转吧，让梦想的心一直烧呀烧，打出去，打出去了，再一次，刚才打出去了，每个都佩佩猪溜滑溜冰场，嗯，这是他们的老师。佩佩猪溜冰，丢！溜冰溜冰，他们在打架。哇！佩佩猪被打出去了。佩佩猪你输了。所以这个输了。怎么办？你看。那再继续比赛。看。哦。再继续比赛吗？你看，哇，大雪球哎，那是超级无敌大雪球。嗯。比赛，谁赢呢？佩佩猪溜冰场，到底谁赢？对。答案是我赢。你看他刚才在睡觉。哦，这强烈撞击。攻击攻击！超级无敌撞击！哇，一只也死掉了，黄色的佩佩猪。对，一个球。还有球也死掉了。